九思，那个臭名昭著的纨绔浪荡子。玉竹名字都俗气乏味，这玩意讨厌。他这个人粗鄙无礼。郭芙蓉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他才有病呢。他姿色平平，心机深的，好一朵黑莲花呀。玉竹，你等着吧。这时候不反击，他算不算男人啊？来人啊！你得意什么呀？不酒思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大点声！听懂了。别动，你好好躺着。没事吧？以前是我的故事，我给你赔不是。其实顾九思他人很好的，他英俊潇洒，才思敏捷，他心里有我，我心里也有他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我捏起来。好，起来，起不来，不起来。起来，我起不来了，我是软骨头。